平安。那么读过《Aesop's Fables》，咱中文叫做《伊索寓言》无？我细汉足爱读这个，啊，唔知咱唔知记得这个故事无？我细汉时对这印象足好，就是迄个北风甲日头两个大妈在相拼。啊，两个拼讲拼啊，将迄个旅行的人啊，伊的这个外衫、伊的外套，会当底下会无去，会当腾起来。啊，结果如何？咱拢知嘛吼？结果是啊，北方输去，啊日头赢，对不？啊，咱常常会用这个故事来讲啊，就疼，就温暖。会当改变人，会当予人的心较软去，硬的心点软去。不过咱最近，印尼教会加啊，咱的教会啊，伫这两礼拜中间，咱有拄到有特别有遐的境外身体欠安，啊嘛有拄到啊，生死分离的真艰苦的事。后来我咧想。如果今嘛那是北方甲日头，因两个啊咧相拼，但是用无同款的理由，难免咯，好一群人，大家人会当较活的。可能即个北方的赢。当风在吹，咱做冷的时，大家会斗阵做伙较烧热。当咱拄到人生有济济的艰苦、苦难的时阵，拄到生死分离的时阵，通常会将咱叫我来讲，是咱拢在苦难的中间，总是咱会通做伙伫遐，咱互相三安慰、三扶持、三帮衬，敢毋是？也是咪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拢会拄着北风，拄着黑暗的时阵，但是遐个会过去，日头会出来，然后光明也会临到。所以，伫这款的情形，咱的态度应该是啥？咱对人生的态度应该是，咱要怎来闪开？讲遐有济济的苦难，咱要怎来闪离开？上好是拢莫有苦难嘛？唔是，是咱应该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去面对？今日咱会感恩，咱才来庆祝感恩节，其实就是提醒咱，咱要用喜乐的心，用祈祷的心，用感谢的心，咱做回来面对咱的人生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保罗，这个人，伊讲起到讲，我伫善车的时阵，我伫富足的时阵，我拢有法度过了真满足的生活，因为伊躺底下感受到上帝该滴的。不然来注意看，保罗一生其实。做有无真好，你若要讲的时阵，伊才是伊人生才是，因为着信用，互人掠，互人用石头啃，互水淹，啊，有济济，甚至到伫这边几摆安尼，这边死去，伫最后，阁因为安尼来顺道，伊坚持信用。为着安尼来寻道，但是保罗一再希望是伊人生是安尼，总是伊有法度用尽啊感谢、用满足的态度来看伊的人生。那咱的时阵，咱会安那？无定咱埋怨到要死去，无定咱底下讲啊，那埋地，是只咱底下甚至咧骂别人。保罗
伊态度，伊面对不共款的即人生的挑战，无论是苦难还是顺利的时阵，伊犹原底下常常喜乐，常常的祈祷，凡事感谢。而且伊嘛爱咱安尼做。伊但咱提醒讲，咱要常常祈祷，啊，无停止来祈祷，常常来喜乐，啊，无停来祈祷，啊，凡事底下来感谢。才有三个伊用的，即个啊副词伫即个话中间，伊一个叫做常常，叫做 always。另外一个就是 without ceasing， 无停，无停。第三个叫做足趣味啊！第三个讲，就感谢 in all circumstances， 足困难干事。咱若欢喜顺利的时阵，啊，若艰苦的时阵会安那？你我咱拢赶快，咱头压落来，啊，目头夹来。然后吐一个大气，吐几个大气，是保罗，人讲咱要常常喜乐，啊，无停止来祈祷。你啊，伫任何的情形，咱都感谢。兼讲，伊有啥物闭关嘛？伊是安尼看破红尘。还是讲 ，I don't care， 伊恁中文叫做无欲则刚，我无啥物款的念头 ，I don't care， 迄者是伊这个是迄落过头的乐观的人，迄无有通啊伊的乐观的人，啥物代志拢无要紧的人。咁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伊听讲，哈，当代志都欢喜啦，当代志都是祈祷啦，什么困难的时阵，咱都是感谢。奇怪呢？你咪感觉奇怪吗？常常我伫艰苦的时阵，我会想着保罗的话，但是吼，做歹做的呢，做歹做的呢。不过保罗来讲，伊伫伊的一生中间，伊上开重要伊伫伊的闭关就是啥？伊讲伊知，伊所信的是啥？迄就是伊一世人坚持的信仰。我坚持，我信靠上帝，因为我知上帝听我。所以，既然安尼时，我有这个信，有恩望，佮有听的时阵，我。把风在吹的时候，我会当来摸咧，我嘛底下讲，我感谢。日头底下咧照的时候，我底下安尼流汗的时候，我衫脱起来的时候，我嘛底下感谢。兄弟们，咱伫这段时间，伫这礼拜中间，咱有足侪啊庆祝感恩节的在即款的机会，特别甲咱的厝内面的人，咱做伙 reunion。啊，咱伫 reunion 时，咱会冤家无？我甲你讲，常常会啦。咱要煮迄落菜，啊，要安怎煮？啊，要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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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大家话来的时阵吼，啊，常常拢有一寡摩擦。不如答应讲啥？咱有特别庆祝感恩节，大概 reunion 的上重要迄个精神，你有喜乐无？你底下有知影讲上帝听伫咱的中间，所以我凡事感谢。咱伫不共款的做法，不共款的想法，大家团圆，你都爱向感谢，咱都爱向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一听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和咱手牵手，咱底下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，无论北风在吹，无论日头在照，咱拢通底下喜乐的心、祈祷、嘛感谢，是因为上帝甲咱伫底。这个图是伫咱的主日学教室。
内面一个图，我足爱。每摆我啦，伫遐心情较郁卒的时阵，我就行入去戏内面伫遐看。啊，咱看袂到，来去另外一张咱的水看。伊上个卡册讲 ：Don't be discouraged, be hopeful. God is always in control. 伊来咱讲啥？诶，今日上帝咧掌管，唔通失志。在遇到任何的环境里面，底下咱就常常底下喜乐。Next， 常常喜乐。Next， 祈祷不停。Next， 凡事都爱感谢。咱做回来祈祷。Let us pray。我感谢上帝的听，你的恩典满满加欢迎。是你无应允我，当我信靠伫你的时阵，我每天拢是好天。但是透过我伫人生的这些的挑战、困难的中间，你佫一家互我看见我的本质，我就是土所做，就因为安尼，我需要你，我信靠伫你，我靠伫你，嘛上时阵。我们需要同伴，我们需要我们所信的同伴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厝内面的人，拢能交做我们上好的帮衬、扶持甲安慰。我们感谢上帝你的听，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季节的时阵，我们欢欢喜喜的中间，我们不是只有伫遮来伫遐享受各样的好食的物件。我们用谦卑的心，我们互相感谢，在上帝听我，就我嘛要学习这个听，我们上帝你，上帝独行。